今天我们来介绍杏仁红豆薏米糊的做法。小小白杏仁营养丰富，有益于心脏的健康，含有维生素 E 等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薏米、红豆、杏仁都浸泡，杏仁相对时间可以短点。食材放入豆浆机中，放入适量水，豆浆机按八宝米糊键开始，香喷喷的薏米红豆杏仁糊就可以端上早餐的饭桌了。技巧：红豆薏米头天晚上浸泡，杏仁泡上两小时左右即可，根据自己喜欢添加糖和牛奶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